叫安永强，我是带着儿子出去散散心。至于为啥出去散心呢？儿子心里有点小疙瘩，带他一边走一边在锻炼他的毅力各方面，顺便让他心情能好点，然后吧徒步回来上学去，9月1号之前回来上学去。我叫安心怡，13了，因为心情不好。为啥心情不好？妈妈出走了。带着娃就是出来让为了让娃能开心一点，然后好好上学去，不像在别人眼里的我带着娃出来徒步作秀呀啥的，我不是呢，只希望我儿子能开心快乐的成长。到了。